曾经是胶枣开通铁路的省份，正月铁路。云回顾历史，云南曾经是胶枣开通铁路的省份，正月铁路。云回顾历史，云南曾经是胶枣开通铁路的省份，正月铁路云南站于1903年10月开工修建，1910年1月正式通车，全长468公里，跨越金沙江、珠江、红河三大水系，跨越三大气候带，穿越12个少数民族聚集区。正月铁路的开通，让云南人见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。今天下午，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，宣布中共中央决定。近日，中共中央批准阮成发同志任云南省委委员、常委、副书记。第二个数字，5000。最近武汉全市5000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，一时间呢是交通拥堵，尘土飞扬，百姓抱怨不断，矛头全部指向了一个人，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。据说呢，这阮成发目前在武汉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外号，叫满城挖啊。面对调侃意味的绰号和百姓的这个责难，阮成发倒是很坦然，他这么说：不搞建设，对不起这座城市。